吃贪吃的。张雨涵，弟吗？啊，弟啊，这边也八十岁生日弟吗？弟啊，他给你金融的弟吗？啊，阿爸他挂起的很弟吗？嗯，弟吗？金融的弟吗？啊，加油啊哈！暗了啦，连的。不会的。他更有一项新的任务，那就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。这个啦，报纸这边是漏啦，其他都素的啦。哎，你好吗？你好，我做弟弟。来啊，来我自己弄。娘娘坐着吃，你没有配饭饭了、哦。娘她给快乐。当地农民在乡村之间的休息期，两年之后，两个月之后，这个云南，你这个你买什么？啊？这个啊？哦，藕啊，别墅藕啊，你还都在买耶？永旺啊，永旺也有卖啊。妈妈，我吃不到给你。好，放着你放着，放着。点点那里啊，要吃掉啊，要。看看哦，看看哦。等一下吃蛋糕再来拍呀、啊。等一下留会留一点时间呢、啊。即使是最爱花的农民，也是一个问题。还有啊，当然数不清有多少朵花朵同时开出来。高贵的玫瑰也难以抵御。哎，不要玩，不要玩，不要玩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这里中嗯。的宿命化为尘埃。你们保证大家吗？啊，这大家没有自己的家了，对，来抢啊，抢啊！别人买你是吧？哎妈呀！妈，这里的奶呀，没有。哎，等等等等。两部哎哈。可以啊。哎呀。喂妈呀！哎呀，快一点。妈。要不然你不要去帮那个丽卡，因为我们一波是这边哦。哎呀，还有还有啥呀？太丢脸了。老爸，照相机，照相机。